哇，是门档。好奇哦。对啊。怎么没按啊？哦，昏倒。走路走一走，他就咻忽然不见了。然后要去吃饭呢，走一走又忽然不见了，咻跑去买个煎饺回来给你吃。我已经有点习惯了，你知道。所以我就看他第一个走出来的啊，因为他护航转就没有走过。你知道我们那时候在韩国在找他，那个樱花路很长，你知道吗？然后那个结果不入，